正在起草新中国联邦啊聘用的五个部长和一个副总理啊正在要聘公开聘请。我们新中国联邦啊将在美国西部建立一个新的基地。新中国联邦马上啊大概在12万到30万美元之间的薪水来招聘。啊年轻长得形象好，这部长一般都是在啊30万美元的薪水，30万美元。要求一个副总理啊，200万美元，啊，当然了，这个条件大家看过。